布有按一下，然后再抬起来，很厚的感觉，然后再从里面捞出来以后，撇刷得很长，不要送出。中间的很短，然后拉又很长，哦，感觉中间这个特别短，哦，这是它的习惯，布。折的话比较浑厚，左边短，起笔，圆转下来，右下角比较长。好，把两个横画饱满，饱满的撇，轻轻的点，然后再下来以后带上去，再起笔，很直挺，捞起来，勾。无的横。干净利落，然后再丢上来，拿起来，捞上来，圆转，都拉长，拉到下面来，带回来，点，突然膨胀起来，圆转过来，圆转过来又都回来，压下来，五，合的话，刷过来，带上去。下来，停着，搭的一点点，拉长，往下一点，口偏上方写得非常的紧凑，然后壳右下往右下角伸长，往右下角伸长，但是要翻一下，准备勾上去，合，曲，上面稀稀瘦瘦的，倒是这里膨胀起来，起来，往右下角。勾上去，两个饱满的点，其实一个横画写得很像点，跳上去，扭转一下，撇下来碰到的啊，然后这里又交错的拉得很长，往右下角斜曲，烟按下去，滑动过来，细细瘦瘦，细到出饱满的，饱满的。这是画直挺的，好，注意间隔。然后这个是比较细瘦，可是拉得比较开，利用圆转姿势勾起来。最后用一个长横代表四个点，烟来按着带动下来，跳上去，按着抹上去，又靠得很近。然后这里用。圆转姿势到最后突然铺开送出，来，围上面写的密度非常大，点下来撇上去，这刷非常的厚，然后这里抹干了一样刷上去，靠得非常的近，一样好，靠得非常近，到最后才利用这个让纸张开，前面稀稀瘦瘦。后面产生圆进姿势到这里了，再送出去。送出去的话，这个点它从左边这里，一个饱满的点，往慢慢往内，都稍微搭住靠上面，再点流动一下，围。说这个点细细瘦瘦，连这个横画也细细瘦瘦。怎么看起来都是这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这个字感觉都略微细瘦，口向中间集中，往内集中，然后收得很紧。哎呀，细细瘦瘦，感觉还是中锋多，因为细瘦。刷，这里翻折有点弹性，翻上去，说，